句都是当天所发生的事情，他们还记得到现在。主要是该第一句呢，我帮你们翻译一下，简单的翻译一下。第一句就是你吃饱了吗？那边有饭盒可以一起吃。那第二句呢？哥哥躺过金靠梁，你靠狗还金。那阿弟手哥哥躺哇。接下来第二句就是问他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我是 boss。那个 boss 个躺好哇。阿尤偷来哈。阿尤他来，然后故意的。扔到白的，又扔到白的。之后 boss 就问他，哎，那你到底现在是几岁？那他说我现在是23岁。那 boss 说，哎，一样哎，我们都是同年的。所以23岁，那之后就这样子开始做了朋友。